你回去台北输了好，好这样子啊，回去台北再输。你回完我再送你十万金。干，他们把我找回来玩，我玩了之后呢，练到七十等了，结果他们说要从部落转到联盟，然后这个赛季呢，我这边是开联盟啦，然后因为我本来没有很喜欢联盟。所以我这支 ID 叫我是联盟狗，然后结果呢，他们就说突然要去联盟，然后跟我说那不然我再练一支好了。我说干，他们现在都转到联盟去啦、啊。是的，你这样是不是？你在讲啊？你在讲？李子敬哦，这样路人就要玩。我没有，我没有玩。我这个是陈塘圣功，我陈塘是不会再让你破灭。我不要说我们魔兽破灭，破灭破灭穿剑。哈哈哈哈。这一次是你唯一热情对魔兽世界这个游戏的热情。之前玩那个牧师古斯牧师是没有人会玩，所以没有人可以教你，没有人知道你在上面犯了什么错。没有，我那时候犯的错纯粹是那个副本机制的错，我不是补的混的，不是不是，那是我的错，那我的错，你怎么能做？我跟你什么关系？我害的，你害什么关系？我的锅，我没有跟他一点关系没有。我的问题没有。其实我私密那团长叫骂你，放屁，真的，我叫骂。不然我就十元牛肉过来跟你道歉。不用不用，不需要不需要，我不需要不需要。我现在对你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软硬兼施。你像怎样？我真的想当怪人协会。我就没有办法玩嘛，你看我有时候到家，你们也不是玩游戏，有，我们都在，你们不见得都在，我们都在魔兽世界上。你只要一通讯息，我们全部上线。对，啊、你有做过吗？没有啊。你有 take 过 O 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你就标个我到家了，魔兽世界。那我们大家就好啊 ，DC 噔噔噔。对啊，都上线了。你们不知道怎么玩？对，小老鼠阿德。马上就哦，没有啊，好，你等一下。小老鼠身兼大魔王，马上上线。然后你再想一件事，你那个以前魔兽世界的版面一定都很多，拍直播也要看，不然你手把手教到会，你就会发现自己游戏很干净，什么你都完全掌控在你。对，所以你的 trouble 就是界面太乱。你现在正在向地出感染。不是我是觉得我那神圣木打了一般的东西 OK， 你们那太高级，扶不起来，好吗？装一方面是装，我记得是装备也没上去，对，没有，所以不是我们的问题，不是没有、啊，是不是？主要是之前大家都不会玩，主要大家都不会玩，不会玩。那时候我也不是很会玩，会玩啊，我们是不是也要花时间练习，搞懂机制？没有人一开始就会的，那你给你时间嘛，啊，你们不给我机会啊？你跟我都不用练习，照着他扣一下，完就好。没有，我讲真的，主要是看你对这种类型游戏太不行。但如果你是觉得说啊，这游戏没有时间玩，或者是很难的话，那我是觉得这个完全就是这游戏跟以前已经完全不一样。对，借口，不用花借口。但是如果你是就是不想玩游戏的话，那就没花。但是如果你是不排斥，但是你只是就现在还停留在九版的那个版本。那就真的差太多，就是现在已经没有代步一样了。下一个赛季，就是以前九版那个版本真的烂。那、啊、现在新的地图它，它我们还是用走那种飞的，飞的，飞的。而且还有御龙术，所以它现在开新的地图，它不用再像以前一样，就可以直接用。它现在可以用飞，你要回城，你按技能按让，飞起来不是这样子哦，可以旋转，这样飞已经漏掉了。所以九版那个真的很烂。最烂，我一玩是玩最烂，那副本差评太差了。你去了一家餐厅，然后吃一道他们最难吃的，然后你就评价这家餐厅怎么样？你没有吃到他们端出来最好的东西。哎，而且我跟你讲，还有一个最屌的礼物，魔兽世界把以前的一个老的那个设计师找回来，所以现在的魔兽世界还真的魔兽世界。九版那个时候设计师就是国师，九版最主要是比较惨，就是他没有毛病。打完副本没装就是没收获，它会有每日任务，会有那种在上班的感觉。还有一个重点，这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点。我们之前玩不是什么莫名其妙会什么龙卷风啦，地面会有岩浆，没有啊？那时候玩什么这个？没有吧？那时候没有。啊，然后我们现在玩的，他那时候玩过很难，还有一个就是我没有玩。所以没人可以教你，也没人跟你说哎要怎么样，然后那时候也没办法弄，然后我们也不懂团本机制，王来就干了。应该说那时候我们死掉，是连自己的。还有一个问题，直觉就会觉得是
还有一个问题，其实我那时候是站在跟你一样的位置，只是你比较随便嘛。我没被骂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是伤害系数最后一名。但是你是捕师，捕师只有四个。我记得我那时候被骂的时候，我还不是最后一个。对，他、啊、其实我也死，但是你要想为什么我没被骂？因为我们打走了十几个，你捕师只有那四个，特别容易被抓出来鞭。好吗？好，再看看，哎，等一下，你每次都讲再看看，不能看看，现在决定。我现在决定了，没有犹豫期的，没有四百五。上次这样子骂你，都是骂一年前的事情。没有四百五，这没有，没有，好不好？没有。欸、他光是讲查，他光是讲他没有四百五这件事情，就可以把作业给怪人家。把我们当白痴。没有啊，你这一餐就要四百五。好，不然这样，这餐我请你，我去处理。怎么样？不用，要多少钱我会给你。我真的不玩的意思吗？不给你。干嘛这样子？对，不玩游戏有那么严重吗？有，你现在就是缺人。我想要实现那个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台湾最强的是什么？车祸。就是你就不帮忙完成。啊，你就不帮忙啊？找郭盖头。没有，郭盖头他就是怪人协会做的。他在那边说，这游戏画风很强。被归类怪人协会不是因为他做的是国怪，是因为他不玩魔兽世界。他说他不喜欢魔兽世界的画风，但他玩过很多这样类型。不喜欢魔兽世界都是怪人。没有，我喜欢魔兽世界的故事，但是我觉得玩起来太疲劳。就是那个版本害的，所以也是我的错，不应该是那版本。我跟你说那版本很烂，在这边跟你说声道歉。哎，干。好，对不起，我要跟你道歉。李老师真的不会，你回去台北再说了。好了，这样子啊，回去台北再说。你回来玩，我再送你十万金。十万金，很多吗？七十万是四百五，七十万五百，那我给你十万金。十万金可以做什么？做个两件，不止哦，可以做全身哦。再给你买一些宝石，这都够用哦，不用花钱买金币，我给你用。没有，主要是因为十一百块，就多了就来，对，对啊。然后我们还可以经历一个阶段，就是不是什么进去感觉，他就要不漏气，在那边打，要经历一个气，要爬的时候，然后练功练都是很强。先摸一下，大家来分享在任务上面遇到很困，我只是你喜欢的。把李杰的扣回来啊！你给他摄影啊！所以你们缺什么？哎、欸，真的啊！你想玩？你想玩什么？我就喜欢打手，轻松，不会被骂，不会被推卸责任。如果他要挑个最简单的给你，应该是猎人，是吧？打手对，应该是猎人，打手对。所以你有机会一脚踹进去，然后砍到。简单又暴力，有防技能还可以走位。那我现在有个问题，那个暴雪登录器现在登不进去我的。咱们就重创一条路，没关系，那是重包一个，重包都是从零开始嘛。不知道，我忘记他的灯，他登不进去了。他叫我用手机验证器，要我手机嘛？对，我是后备号解释的。他叫我用手机验证器，然后我换手机之后，他登不进去。Overwatch 第三、第四，我第一次买了还没玩过。我账号啦，小事啊，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克服的，只有你的心。那他是要下一版再升级，这一版没啥。他喜欢反制那一招，反制那一招，他都知道练到八十了。那你觉得他，现在就要玩，他会比较玩得下去，还是？我回去重练一次萨满陪你，全开始好不好？对啊，可以了吧？可以啊，他不砍啊，好不好？可以啊，三人小队，不能打手砍，不能带人家吸经验吗？可以啊，我们就大家一起打副本啊。吸经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现在打副本那经验很快啊，跑。哎，我牧师也是。我也是后来回去大概从七十等再练到，没有，你是比较想要从一等开始练到七十。对，我刚才就是这样想。我觉得从一等开始比较好啊，刚开始就是一个技能慢慢提升上去。对，没他就看他想不想。然后你想的话，你就直接提升。他提升多少？我的话，我直接提升。就算你一五，那么贵，便宜。一五零？有，不是一千八吗？才那么多只，我记得都是一千八。一五零啊。1800啦，150啊！哎，等一下，太贵了。对啊，看你买十包，
啊？对啊，十四包、啊、还送时间，十四包啦，十送到一四五零，送绝版作品，然后送一个月游戏时间，然后又送一个纸角色纸。是我又送你什么几个玩具？那我再帮你开一个那个。我下班都研究一下，我下班都研究。招兵买马，买进来，好不好？你身得五块。那个包多少钱？感觉那个最贵的，没有啦，最贵的。哦，最贵要不要3200多？怎么样？包含测试的。2800。没事啊，2800绿茶都花了下去了。好，今天是买错了，我还买一个月，买到一年卡。啊，3000多。现在那种感觉，就像是我在那个签什么合约，然后借钱那种。然后一个半黑的，一个半白的，我你现在已经不是怪人协会，我刚才烦恼都一时间一死掉，现在把你死了，已经正常过了。晚上回到家研究一下，我进 DC， 你们在我就进 DC， 好不好？你先想你要玩哪手？你回来玩，我再送你10万金。Run through the money, the pressure be calling. Left on my blessings, I feel like I'm falling. The birdie is back. Tell me I'm garbage, I'm going through something. That's why I ain't calling. Phone and progression is all that I wanted. The foe in affection, I summon and dumb it. Cause bitch, I got problems o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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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problems. I solve them. I run through the money, the pressure be calling. Left on my blessings, I feel like I'm falling. The birdie is back.